苹果 iPhone X 全球热卖，也让代工主机板的华通电脑股价冲至12年新高。但苹果检测却发现，芦竹总厂附近溪流铜、锰、锌指数异常。我们公司里面的制程哦，制造过程当中没有锰啊、锌啊这种材料，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，我们只能够说把我们排出气的排水口的地方的出水口，我们做好管制。实际走访华通污水处理厂，除了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外，还增加铜离子监测设备。铜的自动离子监测虽然不准，可是它有相对的参考值，一有异常我们可以连线给我们的第一线的操作人员、第二线的主管，然后甚至到我这边。由于厂区旁都是农田，但因为灌排不分，华通多年来被农民视为土地污染的元凶。老实说，灌排不分的话以后还是有问题，这个是一个政策上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缺失。